拔掉马袋的那张桃子，而是去和郭嘉过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论，这个时候赵云和马袋他是要击杀我的，我就算是把马袋的那张桃子诛掉了以后，我和郭嘉的能力也不足以杀死马袋。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过牌，要么撑起董允的血线，要么就是击杀马岱，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过牌的一个思路。按照郭嘉的一血两牌的那么样的一个理论吧，拆马岱一桃和我们自己过两牌差不多是同样的那么样的一个收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差的就是过牌。马岱这一波桃子你让他吃，吃了以后他会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没有输出，对不啦？所以说那波我选择了和借郭嘉的一个过牌，而不是去诛了马岱的那一张明的桃子。这个就是我这波要讲的一个思路哈。自古我这边棋局里了，邪不胜正，因为我摸牌了以后也要直接弃牌，所以我就直接扒了一波那个赵云哈，看这波能不能撑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红色没有那个限制我，他就觉得我可能没闪，然后郭嘉可能有桃，是这个意思吗？宴席不去也罢，还是改日吧。给那个郭嘉过了两波牌，然后双开了一波无中，宴席不去也罢，岂容小人搬弄是非。这波董允打出了非常大的一个牌差哈，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武将发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然后这个时候马岱还给我演了一波，然后放了一张南蛮，我不知道他干嘛的，他可能是想着南蛮的话我打董允一血，完了以后给郭嘉卖卖牌，抬他们一手，我和赵云两个人吊打那个借郭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然后我的第二张无中生有也开出来了，我和借郭嘉同时过牌。就是邪不胜正，赵云不论冲什么牌我都能给他扒掉的哈，所以说这波我就单杀他一刀无所谓的。这边借郭嘉起了一个寒冰眼就直接干了，借郭嘉直接干这张第三张的那个啥出来了，也已经完了以后我就直接九杀三占一个便宜。差不多，对，这个时候就死了。这次有负。然后因为我是董允吹嘛，所以说其实这波的话就看一个当时的那个桃子或者是说过牌的那么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因为我是董允吹嘛，所以说你们懂的。然后我们就细细品味了一下这个视频，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毕竟老干部又金玉又好看，完了以后声音还好听，谁不喜欢呢？对不啦？因为就是我没有这波不是凑数的视频哈，因为这个是因为大家编排我说很久没有更视频了，所以说这个星期准备就是双更嘛。然后也就是后面的话呢，就看一下那个军八的那间视频吧。然后这个也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哈，就是那个九区第一内奸阿卡留斯，对吧？好了，这是他自封的，我一直不认为他是九区第一，但是毕竟是他徒弟，我得给他面子，假装相信他是九区第一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江面，他选将有啥子？我们重新看一下，选将不怎么好哈，他这个可以选曹仁的。那个时候曹仁好像没有改将，
其实我觉得大家哈，就打这种局的时候，心态一定要明朗，你要相信你是来玩游戏的，不是游戏来玩你的，对不啦？无中生有，过河拆桥。雷杀，再杀一刀。蔡文姬这边有陈情，看能不能收掉蔡文，看能不能收掉借黄盖的狗头，没有收掉。这个时候吃的桃子是蔡文姬的桃子号。乐不思蜀。这个时候曹红终于醒了，但是并无暖用。给我的话，我这个时候曹红有一个怪师傅，我就直接去推孙策了。把孙策压到两血，然后再自己续包一个酒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直接带走孙策，不然的话这波反贼是没有办法赢的。然后主中方的话，你内奸自己去控，对不啦？我是不给你控内奸的，我是不给你控忠臣的。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是那种内奸最反感的反贼，就是特别内奸特别想打死的那种反贼，就是我。黄盖手里不想留明的那个手牌，所以说把这张无懈可击打出来了哈。但是蔡文姬这张无懈可击，我觉得打出来的不算是非常的好，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关键性的 K 牌，好像五开出来的，对吧？所以说留一下防一下关键性的一些 K 牌，留了三个桃子，可以。曹红的那个手牌质量。真的还不错哈，曹红这边打的也非常的自私哈，没有去管那个内奸，这波实际上反贼就是这么打的。正中下怀，孙策开始浪了，完了以后送了司马懿一个，不可活，那个叫什么距离减一码距离，不知道为什么。寂寞如今这个距离是能送的吗？我这个是真有点看不大懂，你们看懂了吗？给我是曹红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孙策哈，没有任何的问题，压到孙策两血，然后再自己续爆，续爆了以后必须带走孙策，因为你反贼帮忙去控忠臣也是内奸的局，不可能是你的局的。反贼在这种局的时候就应该打得自私一点，要么是主公死，要么就是你死，对不啦？所以说大家打牌的时候要明白，就是你胜利的条件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曹红还在拼命的控那个蔡文姬，你要相信你打到一个主反内局了以后，内奸是要压你的呀，对不啦？所以说为什么不去打孙策呢？中所以说打得有问题。白从天地，逆天改命。司马懿出顺手了，类似于一个续报吧。后面打得非常的慢，好，我们稍微调快一点。宝马配英雄。这个时候曹红被打得烦了，然后给那个司马懿了一张牌，自己拿着。这个时候孙策和蔡文姬都没有手牌，完了以后自己囤一波装备。对啊，囤一波装备完了以后，然后自己去那个嘛，去续报嘛，对不啦？主视角也在拼命的那个啥自己的一个手牌。宝剑无眼，须得小心防护。这张局都非常非常的那个啥哈，你手牌又不溢出，完全可以续报一下的嘛，对不啦？你怎么知道蔡文姬手里是没有手牌的呢？呸！你怎么知道蔡文姬手里是没有啥的呢？这边一个八卦阵的司马懿，蔡文姬不可能蠢到说把自己打空完了以后就打一个八卦阵的司马懿吧，对不啦？雷伤，哎，这张古定刀挂出来，我感觉是要猝死的。今日有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早是重现，还并没有猝死哦。在猝死之前，蔡文姬就已经死了。这一个内奸和主公的那么样的一个局面，并且孙策那边带了一个木马，好，木马又没了。孙策那边带木马实际上都是司马懿的哈，他只要敢打司马懿，司马懿肯定说是反馈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边因为有酒，所以说直接续报了，并没有去那个啥哈。这个时候开始续报手牌了，司马懿自作孽，还送了一张酒，这个打得太着急了，讲道理。
九杀呀。九杀要给我的话我就九杀了，九杀清他一张闪。借刀杀人，杀我乃江东小霸王。并没有去要那张清高剑，因为他手里本身有一张丈八，等一下不会去卡距离，所以说没有用杀也没有用无懈可击。然后加一马也起出来了，所以说这波基本上是掉点下怀，无中生有。这边还出了一张乐九，闪电未见。这张酒喝的有点亏啊，讲道理。昔人比白头，杀。回孙策回合内的闪电是不能那个啥的。魂勇江东一战，攻坚在行，制定天下，天力难为。孙策回合内的闪电被劈了以后，就算是他一血了以后，他也是不能觉醒的。统天地，逆天改命，这波就赢了。司马懿内确实是不是控场性非常强的那么样的一种内奸哈，就看你怎么打了。这个是第一局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局，也是同样的司马内，永不背弃的司马懿。他选将有啥我也没看，转过去看一下他的选将，应该是没有比较强力一点的，不然的话肯定就选了。这波控场的话呢，做内奸的话，我觉得姜维可以选，黄忠可以选，孙策最好不要选，孙策真的是有点弱。黄忠这个将怎么说呢，比较嘲讽哈，但是也是一个别人不敢打的那么样的一个武将。然后选了司马懿内了，看他怎么样的去控场吧。这波曹丕司马懿老姘头，曹丕主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那么样的一个主哈，所以说这波曹丕如果犯点错误的话，我就批评他，就是这么简单。前面我没有去看身份哈，但是我们这波如果去标身份的话呢，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哈，天生为了巨兽嘛，然后布列士肯定是反贼，这波刘协跳了一个忠臣，差不多能标出来的身份应该是这样的哈，然后现在跳的是这么样的一个身份，对吧？臣生死离别之苦，悲。蔡文姬盲给是个什么意思？这个是跳的一个内奸吗？雷杀，这应该是一个反贼哈，因为他给的是介入逊的陈情，不是给的曹丕的陈情哈。一反两反，看一下陆逊的动作吧。我觉得不大想给陆逊啊，我觉得给陆逊很亏呀、啊。陆逊河峦拥拥，过河拆桥，并不一定是一个反贼。万箭齐发没有开，然后陆逊就跳了一个反贼，行吧。乐不思蜀，做什么东西不打脸呢？对不啦？不打脸还有玩头吗？司马懿没有给你改头。一统江山，这个还是个普通曹人哈，大家可以去看到哈。那个时候的身份都还没有更新，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事情。治于北，尽忠于国。还要崩一下，只能说就是那个曹丕收不到人头这一步，但是他的那个手牌会行双掉，续报排位了。曹丕这波因为滚了雪球了哈，所以说打出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雷杀，但是这张连弩并没有限制掉，所以可能会出四。国文强制不辱才女之名，这波曹丕是四血哈，显示问题，曹丕是四血，然后曹仁是四血，所以说刘协那个天命的时候是没有人摸牌的哈，因为我这边显示有问题哈，大家不要看这个主公三血，但这个主公实际上是非常的
凶猛的，他是一个四血的，他不是一个三血的，他没有肾虚。这个是必须给大家去强调的一个问题哈，不要想着我们家曹丕肾虚了怎么只有三血，不可能的事情，你们不要想太多。因为曹丕主本身就是那么样的一个限制，然后致使那个反贼方不得不给那个司马懿进行一个控场哈。但这波司马懿真的是非常的酱油，司马懿全程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杀闪杀闪过，闪杀闪杀过，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蔡文姬那边离线了，所以说那个司马懿给布连师去改了一下需求，就是布连师压制一下曹仁的手牌，防止那个曹仁在这回合的时候有一个小爆发。顺手牵羊，果然烟奴顺过来了以后，先收一下蔡文姬的人头，完了以后，然后再对借陆逊进行一波不可告人的操作。生生不息，源源不绝。这波借陆逊直接放弃了，直接给了那个布列士和司马懿的手牌，并没有给自己哈，没有信仰。实际上我想着借陆逊应该是不想给那个曹丕行伤，但是这个不好啊，家头还不是曹丕还不是行伤了吗，对吧？不知道借陆逊手里是个什么样的牌，我想的应该是虚报牌吧。借刀杀人，这边去拆了加一码了，拆加一码的是为了让布列师对那个曹仁进行一波限制，因为曹仁本身就是这是个老曹仁嘛，每回合只摸三牌，并且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所以就说曹仁摸三牌都是杀的概率也非常的小哈，所以说并没有去拆他的连弩，而是去拆了他的那个加一码，让那个布列师对曹仁进行一波限制。这个时候布列师自己的加一码起来了哈，曹仁那边的连弩基本上是废的。国最难胜，主中方终于想起了时隔多年的他们的配合，司马懿没有给去拆那个加一码，还是在去控那个曹仁，去控曹仁了以后进行一个单人取路，我感觉实际上也不大好的哈。君子越虚，因为进一个三人局，那个内反主的时候，布列士就是一个搅屎棍，他为了搅屎，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的。曹仁打得太着急了，丞相后拖。这个时候司马懿有一个连弩，他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啊，他没有减一码的。管杀还管埋，哇，天使，天使步。这波没有上一波精彩哈，这一波的话他有一个演员自作孽，乐不可，有两个小妾，一个名字叫蔡文姬，一个名字叫布列师。这个时候的曹丕是一个三血曹丕啊，不是一个四血曹丕了哈，正中下怀，反了那个曹丕的一个减一码啊。这个时候曹丕一段去死，然后神器也来了，寒冰这边，然后并没有饶神器寒冰，然后直接去要了一个冠石，祈求每回合的时候能打一波曹丕的那个啥，前提是自己抽到一个三血哈。曹丕这边直接去拆了单马，后期单跳没有什么一个太大的那个亮点了，完了我们四位锁好吧。所以说嘛，就是我们虽然说司马懿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弱逼的那么样的一个内奸，但是要有信仰，对不对？你怎么就知道你赢不了呢？曹丕那边已经四血了，这个时候看他的流牌就知道了，冠石也被限制掉了，司马懿很绝望，就想着哎，你这屁少，我得和你分一下攻受问题了，对不啦？你竟然和老公这样对着干，天命难违，不要腻我 CP 哈。曹丕才是攻，曹丕才是攻，
淘气的桃子都溢出了哈，他手里总共丢了两个桃子。第一点可能是因为怕那个司马懿有一个反馈，第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手里桃子多了。因为司马懿怕那个曹丕直接忙死他，所以说那波直接去和他拼了那个啥了哈。然后这个时候曹丕丢了两个桃子，手里并没有桃子，这个时候你亏不亏？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嘛，浪什么浪，对不啦？你要是想杀司马懿的时候呢，你就去瞧瞧一下你自己的手牌，那个时候又击杀不了司马懿。三条局就是这样，在考虑自己排序的同时呢，也要考虑一下运气问题，运气还是能占很大程度的一个优势的。顺手牵线，司马懿说今天就必须得让你尝一下家暴的味道。闪电也出了，那基本上曹丕凉了。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永不放弃。因为三国杀不仅是一个考虑排序的那么样的一个游戏，它也是考虑运气的那么样的一个游戏，对不啦？虽然说是蔡文姬离线对你的那个控场局，哎，反正啊你控不控场都无所谓，司马懿全程白板，对不？然后虽然说他对你的控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期的布列师做了一个天使塔，让你起手的时候有一个手牌线路方差的那么样的一个优势，对不啦？这些都是我们不能预料的，所以说只能说永不放弃，对不啦？那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因为我本身军巴打的也不算很多哈，可能就是思路上的一些问题呢也没有给大家讲清楚，那大家就见谅了，好不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